螳螂拳属于象形拳，创自山东晋人王朗。上举螳螂掌，下走灵猴步，其肘方尤其厉害，讲究随其势打，循其息打，擒拿腿把剑背，出手打，回手也打。手法有勾搂踩挂、貂蝉蹦打、迎风舞袖、螳螂捕蝉。师傅说，螳螂虽小，但面对再大的困难，它都有着不畏惧、不退缩的精神。抖音。